察合台汗国建立于1222年，是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在中亚建立的政权。蒙古人更习惯称呼它为 Alhanos， 也就是叔叔的汗国。今天 Alhan 的国名也是由此而来。相对于后来崛起的东察合台汗国，我们只能管它叫西察合台汗国。理论上，西察合台汗国是灭亡于1347年。据史料记载，14至17世纪，察合台系蒙古人在天山南北又建立过一个汗国，历史上也称之为察合台汗国。相对已经灭亡的西察合台汗国，这个汗国理所当然就是东察合台汗国了。博古岛山在汉语里被翻译为天山，蒙古语里本来的意思是圣山，也就是博古岛。一般情况下，蒙古人只把成吉思汗称作圣祖博古额金，而天山恰好是东察合台汗国的圣山，因为东察合台汗国的本来名字叫蒙古斯坦。1347年，在蒙古头伦部贵族们的拥戴下，察合台汗的后代倒腾特木所建立的汗国，在中文史籍里称作别什巴里或者伊里巴里，这还有待考证。当时蒙古头伦部落的贵族们控制着安吉延以东天山南北最好的牧场。天山脚下的牧场很少闹灾害，所以被当时的蒙古人称之为欧顿，意为生生不息的。不仅如此，早在察合台汗还健在的时候，就曾经封上头洛贵族们一块水草丰美的草原。察合台汗还赐名给这块土地，叫芒赖索因。这个地名被有些人翻译成是向阳的地方，而芒赖索因这一词是来自蒙古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先锋者的光芒，这是为了彰显头陀的家族建立的丰功伟绩而赐予的神圣名称。在这里我们也总结一下西察合台汗国灭亡的原因。据说在成吉思汗曾经在萨马尔罕城里居住过40天，但他忽然有一天命令所有的蒙古人都撤出城外，然后告诫蒙古人说，永远不要住进砖瓦房学着享受，那也会让我们蒙古人迷失本性，丧失一个战士应该具备的体魄和意志。或许这位伟人在这短短40天内已经总结出了阿拉乌丁蒙莫被打败的原因，所以他才这样告诫他的后人。但是他的后世子孙好像并没有采纳老祖宗的忠告，很快西察合台汗国的贵族们就过上了奢靡的生活。贵族们争权夺利，陷入内讧不能自拔，普通的蒙古人游手好闲，千金散尽。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的蒙古人都开始渐渐地把灵魂出卖给宗教。何赞是察合台汗国第23代可汗，被汗国贵族贾斯汗拥立为算端，但贾斯汗也是何赞的头号敌人，因为贾斯汗是一个曹操式的人物，之所以拥立何赞为算端，完全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贾斯汗不是曹操，何赞也不是汉献帝，所以两人最终还是以刀兵相见。据说在战争中，何赞射瞎了贾斯汗的一只眼，但他并没有乘胜剿灭贾斯汗。麻痹大意的何赞正在卡尔什过冬的时候，贾斯汗卷土重来，突然反击，杀死了何赞算端。没过多久，贾斯汗就在河中地区拥立了窝阔台汗的后代达什蛮查为新汗。表面上察合台汗国分为了东西两部，实际上西察合台汗国已经名存实亡。首先，后来的大汗们全出自于窝阔台系；其次，这些可汗也都是贵族们的傀儡。没过多久，达什蛮查因为不甘心做傀儡，也被权臣贾斯汗弑杀。西察合台汗国的没落标志着
东察合台汗国的崛起。万幸的是，西察合台汗国还有一个留守在草原游牧的部落。西察合台汗国后期，蒙古人的政治中心从草原转入了城镇，生活方式也由游牧转型为定居，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这个部落坚守圣训的决心。他们坚守着成吉思汗的圣训，保留了察合台汗国的希望。这个部落就是头头部落。早在西察合台汗国政局动荡的时候，蒙古头头部落的贵族们就未雨绸缪，开始在草原上寻找察合台汗的直系后裔。就在西察合台汗国即将灭亡的前夕，也就是1345年，贵族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可汗的辈分，倒腾特木尔。黄金家族出身的倒腾特木尔是察合台汗的直系后代。两年后，和赞算端被权臣贾斯汗弑杀，西察合台汗国灭亡，诸侯割据，不相同属。在这种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下，蒙古头头部落的贵族们洞若观火，不失时机地拥立了倒腾特木尔为察合台汗国的可汗。由于倒腾特木尔的贵族们尊崇的是蒙古的传统，拥立了黄金家族出身的人为可汗，所以也博得了蒙古诸部的拥戴。众望所归，蒙古各部纷纷投奔草原共主倒腾特木尔，东察合台汗国迅速崛起。倒腾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瘸子，据说在他小的时候骑马摔坏过腿，所以成了瘸子。他的本名叫铁木尔，加到一起就叫倒腾特木尔，也就是瘸子铁木尔。但这并不影响他成就霸业，因为最忠诚的草原精英头头部落支持他。蒙古头头部落的贵族们不但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野心，而且还尽心竭力地辅佐倒腾特木尔，所以倒腾特木尔很快就完成了权力的集中。倒腾特木尔在位期间，对内加强统治，对外不断扩张，他的目标是征服河中地区，光复察合台汗国，夺回蒙古帝国的荣耀。为此，倒腾特木尔调控帝都赋税，横征暴敛，以此来增强军事实力，积极备战。可就在这个时候，他接见了两个人，从东亚来传教的沙黑扎马鲁丁及其子额什丁。在两位毛拉的劝解下，1353年，由和卓额什丁主持助教仪式，倒腾特木尔亲率16万户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除了乔尔斯部贵族略为犹豫以外，其他各部的贵族们选择了绝对服从。据妻子黑德尔描述，倒腾特木尔为了在蒙古人中间推行伊斯兰教，采取了铁腕手段。他与和卓商讨的传教政策是逐个接见每个贵族，如果信教还则罢了，如若不信，就当拜偶像者立马处死。军事实力和宗教信仰的一体化，确实为韩国迎来了短暂的强盛，但这也给察合台汗国彻底灭亡埋下了祸根。因为蒙古人的传统信仰是由偶像崇拜的，尤其推崇宗族偶像，比如成吉思汗就是蒙古宗族的真身。蒙古人一旦信仰了外来宗教，他们的宗族观念也就荡然无存。毕竟宗教是宗族的天敌，圣祖成吉思汗的光芒很快就会被教徒们的诵经声淹没。就这样，在蒙古贵族们的强制推动下，伊斯兰教在韩国内部得到广泛传播，察合台系蒙古人几乎全盘伊斯兰化，也不是没有反抗的。阿里马里的景教徒和库车的佛教徒就趁倒腾特木尔征战河中的时候发起了叛乱，但很快被残酷镇压。从1360年至1361年，倒腾特木尔两次西征，占领了中亚大城萨马尔罕，并使阿富汗和兴都库什山等广大区域臣服于他。他活着的时候，东察合台汗国东起哈密，西达萨马尔罕，北抵伊塞克虎伊瓦剌韦林，南同于天等地接壤，势力空前强盛。倒腾特木尔汗死后，韩国内部再度出现了鱼烂土崩的局面。铁木尔在蒙古语里的发音为特木尔，而这座山峰就是以倒腾特木尔的名字命名的。托木尔峰旁边的那座山峰就是哈安腾格什，典型的蒙古萨满教名称。倒腾特木尔起初的政治中心就在这两座山峰旁边的阿克苏地区，他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是完全游牧状态下的。史学界公认1353年倒腾特木尔率众皈依伊斯兰教是历史重大事件。